威特质量保障之重量传感器篇。重量传感器是一种将质量信号转变为可测量的电信号输出的装置，它广泛应用于起重机吊装称重的感知，以反馈吊装物品的实时重量，是起重安全保护系统中最重要的传感器之一。重量传感器的产品质量直接影响到起重机的吊装安全。为保障传感器质量稳定可靠，传感器将经过三道检测流程。第一步，外观检测，对应产品图纸需要外观一致，且尺寸误差在规定误差范围内。第二步，电阻检测，根据生产过程要求检测传感器实际输入输出电阻值。第三步，电子万能试验机受力检测，电子万能试验机的压力数据和传感器的受力数据对应误差在3%以内，即为符合标准。在产品成功通过以上检测后，证明产品质量合格。威特，微小但特别，专心做起重机安全领域的威特。